就有时候我会比较白目，我这样笑笑，我在你的肺很厚实，然后就爆了，啪！他有时候讲话就经过大脑。我是开玩笑的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一点都不好笑，谁真的超级不好笑的、啊？余翔全八个月没开机，白目一举动触怒柔柔。余翔全，你会很想赶快 open， 就是开机。目前还好哎、欸，没有去想到这一方面。没有想到开机哦，丢。现在又更亲近，对对对，丢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自己想亲近还是真的想，还是真的想？还是老公要想？还是他想亲近，还是全家想亲近？全家，全家就是你家，是不是？你来我家吗？余翔全和老婆柔柔上个月诞下爱女小圆宝，夫妻俩还喜收雨天的六位数红包。阿公阿妈面对宝贝金孙可是超级秀喵喵，他就一直叫小圆宝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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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爸其实很疼他，我爸看他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这个……”他早上过来房间看他，哎、欸，你这个腿有点内八。然后小圆宝，然后我爸就：“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还在搞。”没有，而且连阿公都不太敢抽烟那一些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对小圆宝在，他都就是忍住都不抽烟，然后就一直拿水果吃。可能想他看了一眼，觉得好像好像很乖。对，一直吃饭，忍住，一直忍。那雅萍姐有什么改变吗？麻将会少打一点。有啊，她这几天都一直待在家，就是照顾小元宝。有小元宝一哭，她就马上冲出来。其实小孩是不能你一直咬他，你知道吗？尤其刚喝完奶，咬他你会就是容易吐奶。就妈妈就这样抱着，我没有咬啊，没有啊，是他自己身体在咬一咬，我没有咬啊，对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妈是很闹。就有时候我会比较白目，我这样笑笑，我说：“你的肺很厚实。”然后他就爆了，啪！他有时候讲话就经过大脑，然后他说：“哦，你这样子要怎么瘦下来呀、啊？”我是开玩笑的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一点都不好笑，谁真的超级不好笑的、啊？我说：“贝，这个贝。”我说：“贝，哦，你的贝很厚实哦，还在拍他的。”我也没有啦，我就讲一句而已，不要骂到一个飞天呢、欸，飞天真的会受不了吧？对他说的背很什么厚实，对啊，没有说很雄厚。后来怎么收拾这个餐具？去买东西，炭烤鸡排要吃吗？炭烤的哦，不一样的哦，炭烤的、哦、排很久、哦。你怀孕才四胖二十二十二，二十二，二十二公斤。他之前大概四十出头，我就觉得没有啦，我就觉得他这样比较好看。然后肉肉的、啊，最好是你们那边说什么背很雄厚，然后怎么样？厚实，你是说雄厚？厚实跟雄厚这两个形容词，厚实有差的蛮远的，雄厚就有点过分，哎、欸，有点雄厚，对不对？哇，不好听，厚实也不好听、啊，也不好听吗？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台湾熊，是欧巴桑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富城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依我是林真义。我是郑钧。我是陈君。我是沈腾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、okay,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！